吃好晚饭，没事干，看我玩植物僵尸战。哦，这一关有章鱼哥。我说吧，有巨浪沙滩的这个僵尸。刚选错植物了，对吧？选这个了，不厉害呀。这个感觉有点不厉害。那选啥呀？选那个胡草吧。选他作弊也不行。必须要选那个，我帮你选。哎呀，不能选那个，你选那个干啥？选那个一下就赢了。你非得要玩玩他？选无敌。你非得要玩玩他？啊？无敌章鱼哥用啥？炸弹炸死他吧！炸弹。别玩他了，输了。这个不是豌豆荚吗？嗯，就只剩这个无敌了。不知道，没中。干。嗯，这是巨浪沙滩的小尾僵尸。嗯，这辆沙滩稍微讲是。这个摇滚年代。摇滚年代和这辆沙滩配合在一起了。嗯。真大呀，这么大。
么情况？哎，连着的，连着的。这是啥呀？这个就是跟植物对应滑就可以，升就可以。升级呀、啊。这都是升级，这样就可以产太阳。如果对应的厉害的话，就可以发出大招。你看这也没有能量豆，而且这就一些特效。哎，我选这个，不是。哎呀。关难了，这一关以前四点都打不过去，知道吗？四点都打不过去，就是晚上四点都打不过去这一关。我，太，我找不到对应的，而且僵尸吃掉植物，铲出一个坑，你看这可以升级植物。天哪，你这个高天国怎么装扮成这个老爷爷了？大叔啊！关还能打100零，直接铲出来一个巨人僵尸。那啥啥时候的呀？上面是这个，正面通到这里就可以了。哇，是。二爷来了，你现在一个僵尸，这一个植物，他为啥这凶呀、啊？这个，你给他爆直大块，他不需要。这你看书呢，我跟你书扯了，他不难受。你看他又吸引了，大哥，你报纸被人家打坏了，还在这嚣张啊！你看又开始嗯，天哪，大哥你是有多爱报纸啊？没有了。哎，你把这个豌豆换成激光豆对吧？哇哇哇哇！你看出来了，输了一个。哎，送到他老家去。天哪！
可馋呀。胜利了，嗯，胜利了，我这样胜利了，我的天，谁这个说很牛，对，记得点赞关注转发再见。